你是亲妈吗？来嘛，宝贝，别上呼。咱们准备吃牛肉饼好不好？他刚才看到路神了。那我们走吧，出去吧。牛肉饼，不用放油啊？不用。玲啊，那煎锅外边我们给他煎的。婷婷，你要不要吃牛肉饼？要。要啊。要。快点来，三餐一吃饭好不好？你要吃饼是不是？要要要的满满满满的。出锅。哪里的？好不好吃？嗯。香不香？香香。香香啊！但是你们不能多吃啊。嗯。咋了？我妈不是带去玩了吗？你看她发的视频。你是亲妈吗？我咋觉得很逗哎？你猜会不会在哄甜甜？应该是，估计在哄甜甜呢。过了吧，没事啊，这个受不了什么伤，没事的。哎呀，他自己身体本来就差，好吧，这种一变天就难受。给妈跟田佑在打电话，说老丈人最近这两天可能感冒的有点严重，本来想着拖一拖，看能不能把感冒拖好了，结果越拖越严重。喂，啊？感冒了。我真的感冒啊，我看你面色咋差？我掉板都。阿玛丽。我伊嘛感冒了。啊？怎么又感冒了？你不是没好了吗？我今天去掉板，那个掉四号板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妈呀，掉四号板。你哪去困了？我去困去困。干嘛妈妈改卡就照顾好势，我就好势吼。你看你两个就是口罩倒起来嘛，底下啦嘛嘿嘿啦。有啊，我拄啊食汤烧哩，我嘛是倒口罩。有创诶呢？无创诶，我是拄甲因超发微信，我看就是无倒诶。啊，我就听伊说你去调班，我就知影，毋甲你发者。伊利息早起啊，叫你妈食老去。后天的话是外婆的八十大寿，所以田俊跟外婆的话，他们过两天要回来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那较重要。我意思是，银超了没代志，我说你直接当天就回来。看这个甜甜，田妈真坑，把刚刚甜甜要摔跤的那一幕发给外婆看。真的是一家人，反应都一模一样。可怜了我们家甜甜。可怜的甜甜呐、啊，你不是摔跤了吗？差一点哦。哎呦，那个姐姐刚好是挡住，本来我是要给她拍，结果呢，她还没下来，我看她手机赶快扔了，赶快去扶着。哎，那个姐姐刚好给她挡住，我说要不然过去。哎呦，天哪！姐，姐，我婆，你说想你，你说想你，回来，回来，来，你婆来。公，其实要我爸感冒去了，俺没感冒。感冒呀，感冒了，我说。后天就见到婆了，外婆、舅舅外后天都回来了。再给大家重温一下啊！摇，这样就是摇。哎呦！还有是佩奇没加入。小朋友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天天又开始学习了。这次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多娃娃在这陪着呢？他先睡觉，都要娃娃跟着一起睡。他娃娃盖被子，妹妹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呢？妈妈问你啊、哦，爷爷、老虎、月亮，哪个是老虎啊？老虎是哪一个？嗯。啊，月亮呢？月亮。啊，好棒啊、哦！妈妈再给你添加一个东西进去，好吗？蝴蝶在哪里？嗯。啊，对了，好棒啊！对了，那个就是蝴蝶，很棒。宝，这个是什么？蜜蜂。蜜。有蚊子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蚂蚁、啊、是吗？是蚂蚁。啊，蚂蚁。这个是什么呢？熊。哇，熊，对了，棒棒。嗯，你看一下。熊。Bear。Bear。坐当真，坐当真，不要老是闹。又瞪我。爷爷，嗯，老虎。啊，斑马呢？斑马在哪里？斑马，看看斑马。哦呦，哦，好棒啊！那妈妈再问你个问题好吗？月亮在哪里呢？月亮，不是用眼睛，你用手指一下给妈妈看看。哇，很棒！这家伙只要一开课，我们两个人基本上都在十二点才多才能睡，他一学就是两个小时。这么多卡片肯定要学很久啊！好了，那这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拜拜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鸟，鸟 ，bird。
bird， 你要编雪宝。bird， 哦，嗯 ，bird。你看猪猪都困了。见得到。熊猫 ，panda。是这样叫的、啊，人家没像你这样撒娇啊。熊猫 ，panda。来，宝宝，哪个是挖土机？爸爸。哦，是在挖的。那哪一个？你告诉妈妈，妈妈不认识呀。哪个是挖土车？你告诉妈妈。不学了。晚安，睡觉了啊，拜拜，关灯。